看看新闻网。张晓光在航天返回后，都已经准备好他们。孙教授，我们看到第三位航天员张晓光也已经出舱了。这是自己扒着我们这个张晓光返回舱边沿出舱，我感觉他是三位航天员里面出来这个。也是热情的跟我们大家的招招手。大家都说张晓光是这次三个航天员乘组当中一个开心果，可以说三个人的这个性格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都说聂海胜是老大哥，陈本是定海神针，那么王亚平呢代表了女性特有的一些细致，那么张晓光呢现场一个开心果，相信也会给十五天的飞行带来很多的乐趣。那么张晓光呢是辽宁人，他也是我国的首批航天员，他是曾经是我们战斗机的飞行员，任空军中队的指挥官。